太狂了吧？不可以，这个太狂了。算了。等一下，给他射线。一次都不行。在家化什么妆？没有化妆啊。对对对。Hello， 早安，大家好，我是 Charles。哦，现在是6:06，就是因为 MCO 过后就一直日夜颠倒这些东西，所以你等下。是因为 MCO 吧？不然是因为什么？是每天都这样。我们也有咯，然后等下我们今天就要拍一个 vlog， 等我起来了再来拍，然后先睡着一下先了，拜拜。经过了3个小时过后，他还在涂他的护肤品，还用涂什么鬼？哪有3个小时？在家里啊，乱花酱你要给谁看哦？给你啊，不然以后没有新鲜感了，就出轨了。是这样吗？你要去哪里哦？做饭去哪里过？你是女佣啊？他是我的私人女佣。OK。他现在已经在做饭了，然后我这个很热，现在我还在很热。OK， 今天我要拍的东西，其实我刚才讲我要拍一个 vlog， 然后可是是不是 vlog 来的，就是我要做一个很多人之前已经做过了的，就是被女朋友意外发现到自己在看片，到底女朋友的想法会怎样？然后而且还是身为一个中国人，我就更想要看他的男朋友，就摸那男朋友，我看片的话到底会怎样？所以我现在就是趁他在做饭的时候，他做饭至少要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，所以我快点起来准备一下，然后马上开始这个做高他这个东西，看他的反应会怎样。Let's go。基本上我们的房间现在已经是给他改造好了，就是那时候我买一个这个柜子给他放他的包包，然后这个镜子之前我就买了，然后他不过他就买多一个梳妆台，然后让他衣服这样放，然后这些拍摄的东西我们有时候放在这里，然后这里是我的空间，我的衣服全部这样的东西，所以现在我们马上开始来刷牙准备一下，然后我们就开始拍这个二整了。 Let's go。 OK，现在我已经准备好了，所以我要去准备一些电脑啊，然后 tissue 啊这些东西，所以你们等我一下。OK， 我这个东西终于可以派上用场了，这个就可以在床上可以用电脑的一个东西，然后 tissue 最重要的电脑耶、yeah ，所以我不懂到底它会怎样啦，然后会不会很发飙还是怎样东西，还是他讲哦我们一起看啊，所以我完全很多不知道在我的眼里，所以我现在要马上开始来二整摩纳，如果我在看片的话他到底会怎样。 Let's go。因为我想要做一个东西哦，就是我拿着 tissue 这个梗，就是在擦眼镜，就是这样擦眼镜。可是我是铺在这里，我就盖住，然后我是在擦眼镜，就好像我在打飞机这样的感觉，你知道吗？哎，伸开的时候，哎，没有，我在擦眼镜啊，弄你哦，这样的东西。所以现在我要想办法，就是不要给这个东西顶到我。如果我是放斜一边，我电脑放在这里。然后背是一定要的。OK， 然后我现在要看的东西哦，不是什么 B 网站还是什么东西，我是看 Swag 这个网站，就是大家已经懂我有一路来有在拍 Swag 这个东西。然后 Swag 也是成人网站，可是它跟其他的成人网站不一样的，就是它有你可以现实，就是现场当直播这样，你可以跟那些女生聊天，或者是看他们的直播，因为他们现在有推出一个新的东西，就叫直播，所以我还没有试过用，然后我也不知道怎样用，所以我是觉得应该是你一边丢礼物给他，一边让你开心还是什么？哎，我不懂。最重要的是他们那边有很多的影片，长的影片也好，短的影片也好，他们有些影片是在48小时内就被删除了，所以是非常的珍惜的，你要快点去看。然后现在我就有幸拍这个东西，我也可以去看这个东西。OK， 我现在已经进入两个网站了，然后他们超过100位的帅哥在里面直播，而且是素人，就是跟你在上面 TV 看的那些演戏的不一样，你懂吗？现在我们开始来试看这个东西，看一看先。OK， 现在我们就是要等孟娜进来，我现在要拿眼镜擦，手好酸啊。
在干嘛？等会。边是男生可以做的事情，就一个权利。你这样进来也没有敲门，你觉得可以这样吗？吃饭啊！来，给他射一下。你这都不行，傻逼呀、啊！你把我当吃饭了？哎、欸，你过来看我是不是长得难看？就是不一样的感觉吗？哇！喂！哇！你吃饱？你看，你看身材，真够你好哎！怎么你拿着我？你拿着我？你拿着我？你拿这个东西怎么？他顶着我！你拿这东西怎么？他顶着我啊！干嘛要看这个呀？有时要有一点刺激嘛。你试一试，就是我给不到你快乐了，是吗？没有，你真的以为我在打击？我知道你没有在打击，可是我做这样站这样的动作。那我刚刚进来的时候，你还没有做，我以为你在玩。已经到那个点了啊！不可能，我跟你做一半然后不做嘛，这样是不是？不会，你不会尴尬。我们都老夫老妻了，打飞在你面前打击又不是第一次了。可以吗？喜欢吗？不喜欢你看啊！哦，你打我！我只是想要情绪弄你吧。然后因为我这边想要聊一个话题，因为很多人在，你有没有看相机啊，妹妹？就是我要想要拍一个，想要讲，其实男朋友看可不可以？可是这个我们等一下在外面再来拍这个东西。最重要的是你进来的时候，刚才你的心情是什么？叫你吃饭了、啊。一直叫我吃饭了，人家在那边打，人家没叫你在吃什么饭呢？奇怪咯。可是你其实你看这个，我还是有一点生气了。一点吧，我们把这个东西换边讲，因为我们要用那个 diamond 来开的。看完了好了，这样。不行，你不可以看。怎么？因为我，不、哦。哦。再拿近一点儿。OK， 我们把它关起来，晚上再自己看。这个怎样删？这个是网站来的，现在算已经是它是一个网站来的，不是 App 还是什么来的？我要怎样删？这个人家放上去的影片，人家在赚钱的嘞，生气啊？没有啊。可是你有一点生气。走，出去聊。你晚上可以穿酱油。闭嘴！我还没找你算账呢，先吃饭。我们出去聊 ，Let's go。不要装不好意思好不好？这是你很正常的事，你每天都在做的事。我哪里有？我哪里有？你自己在想，你自己想好来一点。我不知道，我觉得你肯定背着我打过飞机。没有，我没有。我没有。你讲实话。发誓啊，我真的没有啊。除了你回中国的时候，刚才不是背着那个你知道吗？OK， 我们今天要来。其实我做这样的东西，其实我要聊一个话题，我很想要聊很久，就是到底男朋友，你的另外一半看影片，你能接受吗？我不去想，我就可以接受哎。不去想。可是刚刚我本来以为我可以接受的，然后可是我看到那个女的在那边又叫又很勾引的那种感觉，我就不行，我忍不住要去想。可是又不是我在弄那女孩子，我在看嘛。可是你会幻想是跟她在做？不会啊，我看了我会幻想。如果你的男朋友看片看多了过后，他跟你做的时候会想的是骗你们的人吗？是没会这样的呗？会吗？我问你。不会啊，我觉得就是看过咯。以前一定有看片的吗？现在是问你会不会生气？你会吗？你是觉得你会？我觉得我现在还会，可能以后就不会了。可是有一句话是，看片和有女朋友或者是老婆是完全没有关系的，这是一个男生的权利来的。其实你不觉得吗？那以后我们女生也可以看咯。你有在看不是？我没有看、啊。可是你在看我，我也不能，我也没有怎样的吗？如果你有看的话。那如果我看着帅哥打飞机呢？自慰。可是我没有看着骗那个女生打。有啊，就是看哎，骗都不都是。怎么你现在是嫌我哈？你先聊起这个话题啊。如果你只是在看男，然后在那边讲我不能啊。如果你讲你是个男女的话，就还可以。男。就是你专门只是在看男的，你在那边讲授。哦啊，不可以，因为你男女的话没有哎、欸。其实我觉得女生大多数看片是看女生，是吗？我是，是因为女生才会给人更大的性欲感啊。
他们是要学他们的招式是吗？不是，是女生，你就看到一个身体在那边，女生很容易让你有性欲，男生你就光看个腹肌有什么性欲？长度啊，还好。然后他打你的脸，你想一下那个男生拿来打你的脸这样，还好。叭叭叭叭叭。女生看片的话，那个片里面呈现最多的是女生，不是男生。男生的有什么好看的？有男生的啊，有也是呈现男生的有什么好看？就是看他大不大条，都长那个样子吗？那他们在怎么的时候你就不，女生才有不一样，她的叫声、她的姿势、她的柔软度，还有她的那个表情是很多可以看的。男生就只能看那个东西。所以这是一个学习啊，就是两个男生也是有 skill 啊，就是男生，因为通常都是男生是主导的嘛，就是我们要学那个来让你们享受的。扯哎！可是因为我刚一进来看到的时候，其实你是有一点不爽，可是你又觉得很搞笑的一个画面。我看到你的时候那个样子，因为我知道你在跟我玩啊。如果是我真的知道你是背着我打机，我会有一点难过吧。也不是难过，就觉得不开心咯，有女朋友还要打飞机的那种感觉。可是这个是不同的东西来的，就是打飞机是男生的另外一个感受，就是我听他们讲过，就是打飞机跟是不一样的感觉。对，打飞机的话就是打手的话，就是你坐着那个点，就是你知道你自己想要的是什么。对对，然后你如果坐的话，因为我们一定要配合另外一半嘛，对不对？就是要大家都享受到，而不是只是男生在享受吧。如果坐的话，对不对？所以就是可能到那个点的时候，你还没有到，然后我就要想一些方式来不让他那么快出来嘛，对不对？最重要的是我想要问你，不能接受的点就是你觉得那个女生很骚什么东西，你怕以后跟你发生关系的时候我会在想着那个女生。我觉得有女朋友的时候你背着女朋友看 A 片会慢慢的导致你的男朋友的思想会变歪，就比如说他爱上了看 A 片过后，你们两个的性生活就会有一点点的疏离吧。然后还有就是他会幻想里面的 AV 女优的话是跟他做爱，然后你跟他做爱的时候他的脑子里面不全是你。还有就是你如果出去，他如果看到那种穿得很暴露的女生，他可能也会幻想那种画面。因为我觉得我知道很多的那种宅男，然后他看片他可能出去看到那种女生特别性感，他们就会幻想那种是他们心里的不一样的东西吗？有些就是你不可以。所以你现在是要让我同意你看片是吗？不是，我不是叫你同意我看片，是我要问这个东西嘛。因为这个我们在拍这个关系到这个东西，所以我要问你。可是如果你可以接受得到的话，我觉得如果我可以接受得到的话，是我们到了一定的阶段。可是就现在，如果你刚才也讲嘛，如果你怕那个男，就是你的男朋友一直看片来导致到你们的性生活越来越疏离嘛。可是如果他有在一直在看，可是他跟你的性生活一直很精彩，这样的话是怎样？你可以接受吗？对，就莫很正常讲完咯，就是觉得给不到新鲜感啊。你不可以这样想啊，你不可以跟我讲这种。这样如果没有看片，我打只是打想着谁？想着你。可是我这样讲，你一定不相信啊。所以那你想着我，我就在旁边，为什么你要打死枪呢？我他妈信老滚。就讲不一样的感觉啊，我就讲性生活和打枪是不一样的感觉，用一个用手，一个用下面。我懂，所以我其实我有一半是理解，也有一半是不理解，因为我会吃醋。可是如果还有一半理解的话，就是我觉得以后我们可能真的到了摸你，好像摸我自己的那种感觉。不会啊，感觉就是亲情的时候。如果是我啊，现在这阶段，我跟你讲，我打飞机，你不会怎么样？你打我打飞机、啊，你自慰还打飞机？一样吗？一样啊。我不会怎样，因为我觉得这个是需要啊，需求啊，就是可能你想要的时候，可能我在忙还是什么东西，你就自己解决，或者是你那天你不方便，还是你不想要，你就自己解决。反正我觉得只要有女朋友在旁边打就是怪怪的，看着你打，除非我走了，看着我打。OK， 我们结论掉这个东西，就是基本上你现在这个阶段你是不能接受，可能你未来你讲，可能我们到一定的安稳，或者是已经到一定的，就是那个时候完全已经可能是亲情的时候。可是还有很多人是跟男朋友一起在看影片的，如果跟你一起看，那就是他们的感情到了。如果现在我跟你一起，我约你，我们今天看，不知道，不敢试。就是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新的情趣，但是我只要思想一歪过去，想到你在想那个女生，可是我做到不让你觉得我在想那个女生的话，不，因为我从来不相信任何一个男生说嘴上说的话，就是他脑子里面肯定是有想的。可是我两个一起看是两个都一起看的，不一样。如果我偷偷看是偷偷看。好了，不要讲了，不可以看，目前咱们是不可以看。讲半天。
OK， 我们现在结论掉这个影片吧，就是 Mona 在这个年纪，或者是可能她自己的感受，就是她不能接受现在这个阶段。然后如果你们大家有什么你们的意见，你们可以留言给我们知道，也可以让她参考一下。然后我有看没有看都不用紧的，都没有什么差别，你自己懂的。我真的没有，妈，20小时跟你连在一起，我什么时间看？我在厕所大便啊！你喜欢大便？我发现你，我突然发现你很喜欢大便、哦。我都开王子在打王那个王子的声音嘞，你要来看一下没有？就是我还好，所以就不能。如果是讲我朋友啊，那是家这样的人，他一个礼拜没有看一片好意思，所以到时候女朋友会比较辛苦一点的、啊，除非他找到一个志同相合的人。OK， 这样我们就结束掉这个影片吧。如果你们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记得要。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，拜拜。我们的帅一样还是会送出钻石10位，每一位可以得到1000的钻石。讲到你们的跟你们的另外一半最精彩的故事，就是你们发生这个看片的事件的故事，你们留言下来，我们会用抽奖的方式来抽，抽到你，我们就会把这个帅的1000钻石送给你们，然后跟你的男女朋友一起看。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，拜拜。